青叶。华人牌2060款机器人为您服务。您好，主人。不要叫我主人，以后你就叫青叶，是我的助理。青叶，我回来了。这个不用你，这个也不用。你又在干嘛？做饭呀。心仪除了吃什么都不会，我和你说多少遍了，照顾你是我的基础设定。心仪从来不做这些，以后全部我来做。上天受天，全部都是受天啊。叶，你怎么了？疼吗？流泪也是你的设定。冉总，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冉总，不许你伤害周逸然。放开他。心仪从来不会无故伤害，你从来都不是他。你自己回去吧，不许跟着。不是这样的，机器就是机器，没有感情，是我太蠢。冉总，上次你被袭击的事情调查清楚了，是 Jamie 干的，你小心一点。快停车！你快走啊！生气。以后你再惹我生气，我就不理。看来这招还挺管用的嘛。那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小秘密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和心仪的秘密？心仪，心仪，我们经历了。周逸然，我想吃冰淇淋。不行，你就给我买一个嘛。爸爸，你从哪儿学的？他们说男人这两个字毫无抵抗力的嘛。以后不许学这些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不说还不行吗？去给你买冰淇淋。逸然哥哥，你怎么坐这儿还坐逸然哥哥的位置？起来。你那么凶干什么？你少在这里装可怜，你以为逸然哥哥会相信你？绿茶婊。那绿茶是不是应该这么笑的？你啊，青怡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姐姐可能误会我了。戴欣怡，你要不要脸？明明就是你自己摔的。周逸然，姐姐好像不喜欢我，我先走了。滚出去！装绿茶的游戏好玩吗？